亲戚啊，什么时候到呀？哦，他们是今天一早的火车，应该在路上了。地址我之前写给他们了，一程朋友去接，应该快到了。对，应该快了。等等，哎，又哎，又来来来，爸妈，哎呀，哎，辛苦了，哎，小意思。 谢谢啊，小宋，客气了，客气了，阿姨，给我吧。好好好，哎，那城里的房子那可高，那路可宽，可亮，这地儿可真好。哎，我说肖郎怎么来了就不想回老家了呢？爸爸快坐吧。哦，亲家公，亲家母，这是我二姨，这是我父亲。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亲家公，亲家母，坐，坐，哎，坐，坐，坐，有啥妹吧？哎，还好，哎，啊，谢谢。能喝点酒吧？来来来，还行，哎，大家都把酒杯端起来啊！今天呢，是我大儿子一成啊结婚，从此呢，就镇着独立了。 哎呀，要是他妈妈还在的话，不知道该多高兴。来来来，大家都喝一点啊，喝一点。哎，来，恭喜你！哎，恭喜！哎，等这些小的们都成家了，就更美满了。啊，哎呦，我盼着呢。<笑>快把给孩儿的脸拿出来呀、啊！来。 给你们的，我拿什么礼物？小朗啊，哎，你给你绣的，你看这针脚，你看这针脚多平，你看颜色多鲜亮。我吃两个，我吃到了吗？好看呀！大夫，你看，好东西，多喜庆！哎呦，不错不错，我这在南京啊。 有钱也买不到的，真的，这个现在属于是民间工艺品，很难得的。我就一直想收藏一件这样的工艺品，太感谢爸妈了。是，这得好好收着，传下去，传承下去啊！将来啊，我传给我孙子、重孙子啊，正好，正好啊。确实，叔叔说的这个是没错。 这现在叫什么？叫大雅之物难得的很呐、啊！一成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你必须多喝几杯，你小子一下就走向人生巅峰了。来来，一块儿敬二位新人一杯，恭喜恭喜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恭喜恭喜恭喜啊！爸，我以为只要出了彩礼钱就行了，没想到还要再出这么一笔钱。一成呀。 也怪我和你妈没有提前跟你说，是这样啊，肖朗当初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本来是不同意的，但是他答应我们，说只要供他读完大学，那么他以后结婚什么的，不仅不问家里要一分钱，所有彩礼上交，还保证他弟弟以后结婚婚房的事情他都管了。啊，这是他当年写的保证书，你看看。 上面还有他的签字和手印。现在我们老家旧房子不是要房改了吗？我们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买下来，买不下来，小朗弟弟就没法结婚。所以，小朗不管谁管呀，谁让那是他亲弟弟呀？你要不信的话，要不我现在进去把他叫出来，让他告诉你。还有。 小朗妈也可以作证，可能过去这么久了，她给忘了，所以才没告诉你。我现在就……哎，爸爸，不用不用，我信我信。这样吧，这件事呢，就包在我身上，您放心。但是确实也不是一笔小数目，您给我一些时间，我凑齐了就给您送过去，行吗？行行，好姑爷，小朗眼光果真不错。 哎，等，哎，哦，啊，
终于只剩下咱俩，快去看看。没事，我完了给安，我再安。他这儿好漂亮啊！这儿，我们还有电视呢。这儿有，台灯。这还有台灯。完了，咱给这儿安个电话。 这房东留下的，我当时就在想，要是把它拿走吧，也太空了吧，就留下了。那这些摆件也都是房东留下来的吧？啊，对啊，这柜子还有外面的柜子都是。哦，外面什么的也是啊。嗯。哎呦，我就说嘛，这么抠的人怎么可能买自己东西？谁抠？你抠。我存折现在只剩2位数了。2位是怎么的？ 面包会有的，我们一切都会有的。喜欢这个家吗？哎，你要是不喜欢这画，还有这些摆设啊、柜子什么的，我明儿全给他拿走，大不了跟房东说呗。说什么呀？这给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了，不要白不要，好着呢。你知道吗？嗯。你有没有觉得，这些东西摆进来之后，就感觉我们在这个家里面住了很久很久很久了？嗯。 我特别喜欢咱俩的家，你喜欢吗？20多年，我就总在想，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？我理解。哎，我们这个月发了工资之后，买一个热水器吧。 我在宿舍里面的时候就在想，我想好好的洗一个澡。行啊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家人多，当时洗澡的时候，得先紧着我爸，我爸洗完，然后紧着我妹。当时为了换几个那个排烟的那个管子，不跟我爸还大闹了一场呢。那我们就买一个最好的。 最好的，然后我还要买一个音响，这样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听音乐。好啊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家四妹啊，就是谁火她听谁的歌。当时为了听歌，她都跑北京去听那个费翔演唱会去了。真的吗？啊，我也喜欢费翔。哦，那个黎明也很好，我觉得好帅。我不帅吗？帅。 就算时光让人啊，随风荡漾，但凭着你的光，我就不会慌张。来了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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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大嫂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那个酒店它有专门学习礼仪和服装搭配的课程。哎，你们那结婚照呢？我想看。在这儿呢，这儿呢，那个本子里。那个，别笑好吗？哇，你这个还有那个小公主的皇冠啊！那也戴的。哎，可以啊，哥。你这张真的好像李宁啊，是不是？我拿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像。哎，你也喜欢李宁啊？
这还是太巧了吧！我姐可厉害了，她会勾毛衣呢。这太好看了，一成。你看呀，你看三弟弄的。好，三弟从小手就巧。这也太好看了，三弟。喜欢，谁来了？哦，是表哥的妈妈。来了来了，快请进。妈妈没吃筷子干什么呀？客礼呀。那给我这个。上次不是说了吗？要送你家十样的东西。这是我和星宇的新婚贺礼，还有这个，哎，电饭煲，还有这个啊。谢谢。热水器，送货上门，帮你安装好。 哎呀，使用吗？这星宇太贴心了啊！可以在家洗澡了，尽情的洗，小心洗他的皮了啊！你放心，我皮糙肉厚。那快来到里边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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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
慢点啊！吃的好撑呀，我觉得大嫂人真好，又实在又开朗。你是觉得大嫂要给你介绍帅哥男朋友，你才觉得大嫂好？我哪有那么肤浅？你们俩先回去，我还有点事儿。啊？什么事啊？ 师傅，哎，你干嘛？认错人了吧？认错人了。又落入谁的心怀？我有些许深情的独白，有一笔开了人海，只在某个眼神的时刻，轻声谈谈回忆。 花是晴的，猫是雾中，不像我。看看小小的白茸茸的一团，多像一团棉花。哎，你别说，四美是好玩啊，我太喜欢它了。你真要给它介绍对象啊？哎，你还是帅哥，我怎么不知道？ 这不是逗他玩吗？逗他玩？
不是你说嘛，说你这个小妹妹自打你要结婚，就一直闹脾气。哎，我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。谁？我们那个后勤组杂务有一个方阿姨，她有一个侄女，今年应该是23吧，比二强小一岁。你想给二强介绍对象？啊？ 人家姑娘是在新华书店站柜台的，那长得漂亮，条件也挺好的，你回头问问二强。二强不一定能答应啊。什么叫不一定能答应？你问都没问呢，你问回头我自己。说着说着还说急了，行，我晚上回去问问。哎，我觉得合适。你这什么时候弄刷完啊？ 看什么呢？老板，厨艺班招生，你想学做菜啊？我想试试看。要是学的还不错，我就先找一份打盒的活，先做做。打盒？就是给大师傅打下手，给菜品预加工、添置料头、传菜料什么的，多少能学点本事。挺好，学门手艺挺好。 我觉得在厨房还挺自在的，你看这菜啊、肉啊的一点点变样子，闻着饭香，想象着客人们吃下去的表情，就挺有成就感的。也可能是我能做成的事儿太少了。有目标是好事啊，白二强。那其他方面的事你考虑过吗？我是觉得要是能一辈子和厨房打交道，也挺好的。说的不是这些。那是啥呀？哎呀，你。 你大嫂非要让我问你，她想跟你介绍个女的，不一定要发展成什么关系啊，就先当朋友先相处着。我也跟她说了，说你不愿意，但你大嫂非要让我。我明白了，大哥，那见见吧。同意了。啊。你看看。
今天吃的够清淡的，怎么了？有意了？有事啊，来晚了。行。哎呀，今天这造型够别致的，你这领子够高的呀。和肖郎，大家受伤了吧？虎。哎呦，你们这新婚甜蜜的保质期也忒短了，这才几天啊，有什么可吵的？没吵架。 一两句说不清楚。懂了，生活琐事一地鸡毛。你说你跟小朗从恋爱到结婚就比一般人快，你还真是一路领先啊！这么快就进入了婚姻的第二阶段。什么第二阶段？第二阶段嘛，热恋之后的回落，极乐之后的虚无，无非就是女的絮絮叨叨，说男的不做家务，男的呢饭来张口衣来伸手，偶尔干点活，做做样子，然后做的也不怎么地。 没过几天呢，女的也就懒得让你插手了，对不对？烦了。嗯，我就是你说那女的，哈哈，就是那男的。<笑>那我看你不像是找了老婆，你像是多了个妹妹。哎，等会儿我借你件衬衣啊，反正我也穿不上。洗过了吗？干净的。 回来啦！家里什么味儿这么臭？ 厕所要堵了？也没啊，这不差点给我冲出去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我给你做大餐呢。啊？做什么大餐？啊？你们？哈哈哈哈哈！这能说吗？这可太好吃了！你们，你快出去吧，等着吃大餐，好不好？ 尝一尝我的臭鳜鱼，来，哎，你手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处理臭鳜鱼的时候划伤的，哎，谁不受伤啊？尝一尝，怎么样？挺好。好吃吧？不错。我就说嘛，我就跟你说，臭鳜鱼闻起来臭，吃起来特别香。哎，你别光吃米饭呀，你吃肉啊，你别光吃米饭呀。 哎呀，你别舍不得吃这么多呢。你说我喜欢吃米饭？哎，你多吃点，再吃一会儿，再吃一会儿，吃呀！这个鱼有问题。 算了吧，我把它倒了，咱俩下馆子去吧。你别管了，我给咱俩做个面。不要了。 没事，你出去吧，我自己来就行。那我帮你扒蒜吧。嗯，没事，不用。
出去等我，别在这儿给我添乱了啊！我什么叫添乱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这不是想帮忙吗？谁叫帮忙？你这就是添乱。那我上班容易吗？我白天也是忙了一整天的，我这不就是看你今天早上心情不好，我才想回来给你做饭的吗？ 我今天不是故意跟你生气的，我就是气自己。我计划的可好了，都安排好了，我还让我自己搞砸了。哎，我都要气死！没事。哦，今天那个鱼是真的有问题，不是我的事儿。哦，对了，方一说，想跟那边的时间没问题，然后让你问问二强的时间，让他们赶紧见面。行，那我明天回趟家，我跟二强说一下。嗯。行啊，二强的事儿辛苦你了。嗯。其实。 其实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，这样，明天我带你去下馆子，我们好好吃一顿。哎，叶晨，哎，叶晨，这成下来就难见面了。啊，没有，我单位太忙了。 这次才发的水果啊！哦，还是你们那里福利好。哪有哪有！哎，吴姨，来你拿几个。哎呦，不要不要！哎，拿几个。哎呀，一晨啊，你看，哎呀，谢谢了啊！哎，我儿子啊，要有你一半孝顺就好了。挺好的。哎，一晨啊，吴姨想跟你说个事儿啊。莫事。嗯，你看啊，我也是看着你们兄弟姐妹几个长大的啊，我看到你把他们拉扯大不容易啊。 谁找的花生米？我炸的，他要吃啊。端走。啊！哎，干什么呀？我还没怎么吃呢。你还有脸吃？怎么就没脸吃啊？这一回来就拿我开刀，我干什么了我？你这么大声干什么？啊？最近不是在读汪国真装淑女吗？我那不是装淑女，我本来就是淑女。哎呦，哪个不开眼讲的？是不是哪个大老板？ 成天吃的脑满肠肥，没事了就拉着小姑娘压马路消食，对不对？哎，他老人家高寿啊？嗯。
乔子美，在座的都是自己家里人，你就老实说吧。说什么？我跟你讲啊，女孩子自己不尊重自己，那别的男人就会以为在你身上能占到便宜，你懂不懂啊？不懂。乔思美啊，乔思美，你要我怎么说？你非要让我把话给说明白是吧？行，你自己不要脸皮，那我也不管了。你说吧，那天跟你一块逛马路那个大黑胖子是谁？你今天又回来气鼓鼓的，就是因为这个呀？我以为什么事呢？大哥，你放心吧，我呢那是铁了心一定要嫁一个漂亮人的。虽说不比费翔小虎队吧，但怎么也得大差不差啊。就他那样的，别说这辈子，下辈子我也不能嫁给他呀。你不想嫁给他，跟着他瞎跑，你不怕被别人看见讲闲话吗？我知道了，又是无意在大哥面前多嘴了，是不是？就知道，人家陈老板也不光是请我一个人，人家请了好多同事一起吃饭呢。他哪只眼睛看见我们两个单独在街上逛街了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做一犬吠影，百犬吠声，对不对？有风有影才能捕风捉影，啊！你要是行得端，人怎么会讲到你乔四美头上？不说乔三立呢？你又拿我跟三立比，从小到大都是这样，同样都是妹妹，为什么要不同待啊？这件事我这么多年虽然没说，但我可一直都上心呢。我哪偏心了？大哥，这点我可以替四美担保，他才看不上什么大黑胖子呢。就他那心思，一眼都能望到底，天天就想嫁一个美男子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我替你看着呢。他看着傻，他其实一点都不傻。我不管，大哥冤枉我，我受委屈。你得补偿我。你又要打什么鬼主意？其实我也不是想要什么别的东西，就是吧，我最近看上了一件羊毛衫，就是买了还稍微差那么一点点钱。你少来这套啊！看你像什么样子。你要礼物，你去找你明哥哥呀。那我也不好意思开口啊，你是我亲哥嘛，对不对？哥哥，我想要羊毛衫。你跟你明哥哥最近还老见面？嗯，也就一两个星期见一次吧。小雅姐姐现在也不和我们玩了，人家有男朋友了。就星宇姐姐，星宇姐姐她现在还给我借诗集看呢。她跟我说啊，人不能只读一个作者的诗集，要多读。她最近给我看那个人叫什么？莱托夫，你叫莱蒙托夫，莱托夫。你别忘了我的羊毛衫啊！哎，汤我还没拿。哎，老乔，一会儿吃完饭有话跟你说。我犯什么事了？没犯什么事儿。你在干嘛？那可是二哥的宝贝，你给他放回去。再宝贝的东西一直不用，那也是废品。之前多喜欢这个，走到哪儿带去哪儿，借来听听，比从爸口袋里拿钱还难。幸好现在他不用了。你要拿它干嘛？嗯，我用它学英语啊。不好好学英语，我以后怎么跟我那蓝眼睛的男朋友聊天？白姐，嗯，你知道今天大哥来跟二哥说什么吗？说什么了？说是大嫂给二哥介绍了个对象。啊？那个女娃是大嫂单位同事朋友家的，反正在新华书店上班，约好了明天在鼓楼见面。那不错呀。也不知道长得好不好看。哎，要不要明天下班一起偷偷约着去看看？我不去，我明天晚上还要上夜班呢。不跟我去，那我就打电话明天约大嫂去。
姐，嗯，你说二哥不会还想着他那个师傅呢吧？这个人得多好看，才能让一个男人这么念念不忘啊？感情的事儿啊，好不好看没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，那就像是心里的一棵树，无论种下去还是拔出来，心都会疼的。你心里的那棵树种回去了吗？困了，睡觉吧。四妹，早下班是要去约会啊？你这问的不是废话吗？四妹呀，一看就是有男朋友的人，天天打扮那么俊，哪像我们，孤家寡人哦。没有男朋友？你没谈恋爱啊？就是啊，连你都找不到男朋友。这感情呢，就像是一棵树，种起来容易，可是拔出来难。再说了，天下男人那么多，找到适合的哪那么容易呀？又不像是垃圾桶，走两步就有一个。反正我呢，要嫁一定要嫁一个特别特别帅的，要是长了张路人脸，别谈。走啦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好得很。乔思美，你是乔思美？咱们是初中同学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是戚成刚啊。戚成刚，你是戚成刚啊？是我。我刚刚看着有点像你，但离得太远了，我没敢认。你怎么长成这样了？我记得你上学的时候又瘦又矮的。啊，我是初中毕业那年开始疯长的。啊，你当兵了？啊。当多久了？当两年多了。你在哪儿当兵啊？你别说，西北是不是？你看你晒的。在西藏。你在祖国的边疆啊？离边境线还有点距离，不过因为海拔高，所以晒黑了。啊，那你这次回来是？啊，我第一次回来参加，我妈身体不大好，我等一下就要走了。四门，啊，哦，啊，我要赶时间，我先走了啊，有机会我们再见吧。等一下，
着急干嘛呀？火车又跑不了。那个，别等下次机会了，就这次吧。那个，你给我一个你们部队的那个地址，我给你写信，咱们保持联系。好。啊。可是，怎么聊啊？要不然下次吧，我真的要走了。电话，部队总有电话吧？你说我背。你回来了。Mm-hmm.